你正式来到我们的 Freak Room， 正式拍这影片给大家看看我们的 Pop-up Store 的快闪店。那在这段时间呢，应该在我的 IG 还有 Vivian 的 IG 还有 MindFreak 的 IG 上一直看到关于 Pop-up Store 的消息。其实这支影片是拍给来不到的小飞仙们看的一个影片。这整个 Freak Room 一共分为三个部分，一个是我们的货场的柜台的部分，然后这个部分是我们的大厅，我们的 Showroom， 然后里面那个部分才是这整个 Freak Room 的一个精髓，还有它的一个隐藏打卡区。那么大家可以看到这整个 Freak Room 的这个主要元素其实是，或许你会觉得它是很工业风，主要原因是不是跟它一开始的样貌有关系的，先给你们看看它原本长什么模样。Freak Room 的这个大脑或者心脏的部分，个 Freak Room 的环境，它的主要元素是围绕着锡箔纸啊、工业风啊，还有花，花是这边主要的一个元素之一。之所以会这样子做的主要原因，是因为我们想要表达的是，我们活在一个大城市、很科技的社会当中，我们就像路边的野花这样子，尝试着在这个固定有规律的范围内自由生长，希望可以长出一个自己的模样。马吉，你怎么？你是什么狮子王啊？所以这个花是代表着我们，那么这些锡箔纸啊、管呢是整个大环境。所以大家一进到这个房间，就有一种震撼的感觉啊，就很 mind freak。其实我们这整个 mind freak 快闪店，除了是卖我们自己全新的设计以外，我们也是想有很多 mind freak 的元素，所以我们有了后面这个冰箱。那么这边里面摆放的衣服啊，会是一些空的 T 恤，因为我们整个快闪店是想要让大家可以去自己去尝试去 DIY， 用我们已经设计好的这些图案去发挥自己的创意小宇宙，成为我们 mind freak 的一份子。这是我们这次 Lucid Dream 的主题。其实这个想要反映是在这个社会里面呢，很多时候我们不敢做自己，我们做每个事情都是听着别人的指点或人家的嘴脸，所以有很多人的想法、看法、意见在你的脸上面，所以就不纯粹、不完全是我们自己。我们希望每个来到 Mind Freak 的这个 Freak Room Pop-up Store 的你们，有一种成为我们一份子的感觉。那么你带走的不是我们的设计而已，是我们和你们一起合作做的设计。刚刚忘记介绍，去最后面那个 part 是我们的更衣室，然后这边就摆放着我们全新的 collection， 然后还有我们主打推荐的设计。其实一开始我们这 concept 它不是这样子的，是我们原本设想是这边是完全是粉红色的，因为那时候我们刚刚跟Nestle Ice Cream Kit Kat 谈妥这个 Kit Kat Pink 的联名，所以我们想说，哎，要不要做一个很冰淇淋店的感觉的一个 pop up store？ 哎，是我最喜欢的一个设计，也是我们的爆款夏日风格的古巴黎。然后这是我们这整个系列 Lucid Dream 里面我最喜欢的单品，是一个唐装混合棒球服的一个中式棒球服。结果由于我们的经费不足呢，我们就完全舍弃了那个 idea。 我想说，我们怎么样用有限的资源做无限的可能性。所以我们想说，这个 Pop-up Store 必须要跟 Fashion Boy 还有 Mind Freak 的 DNA 是有关的。然后我就想到，我常做丑皮大作战啊、十八禁实验室啊、捡到宝，然后我就想到，不如我们去找一些已经被荒废、不被重视的地方的地点来去做我们的快闪店。所以结果我们就找到泰姆港大旁边的这一个 container。 那么这个 container 原本是一个货场来的，我们在决定要去设计这个地方的时候，我们的 direction 就是想要以探索，然后赐予第二次生命，还有发掘美这个方向去进行，所以这整个地方的结果就变成现在你看到这个模样，全部是我们团队亲手去 DIY 的，我们用了6天。然后每天都熬夜做出来的，希望你们会喜欢的这个 Pop-up Store。在这整个大环境当中，它还有很多东西是不完美的。我们希望在慢慢接下来的时间里面，还有接下来我们做的 project， 可以慢慢去把它做完善。其实我跟 Vivian 非常感到非常的抱歉，对于第一天就来 support 我们的，不管是我们自己身边的朋友啊，或者是你们小飞仙，因为那时候你们来的时候啊，这边的环境真的是很热很热。到第二天我们才有冷气，有的就是这一家非常非常厉害的这个 Action 冷气机。哇，你看那个风，
多么厉害啊！只是像一个管放在外面储这个排这个日期哦，整个房间就可以很冷了。Oh my god！ 哇，爱你深深 Action。小小这一家的 Action 冷气是非常的冷的，然后我们很谢谢干爹 Action， 送了四家这个 mini portable 的 Action 冷气机给我们这整个 free room， 不然的话哦，你们来这边真的是会 freaking hot。A wise man once said， 有 Action 冇投诉。竟然啲人都唔会嘈，我喺呢边拍照打卡个 hashtag， 嘈比大作战 ，right？